狗奴才又过来了，狗奴才又过来了。哎呀，真是忠心耿耿啊！狗奴才，卫生巾是中国大使馆这帮奴才们的，狗奴才，看见没有，养狗奴才就长这样啊。杨太监就这样子的啊，杨太监，你看得到指令，指令开始执行任务，坚持不懈，开始执行任务，为群众办实事，开始执行任务，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，对杨狗奴才深情，心中装执行任务，工作。为了人民，想去算老几啊？集每天200美金的养狗奴才，解群众之所。